台前的恩爱夫妻形象都是装出来的，只为了合体捞金。女神高圆圆和赵又廷也面临了婚变风波。赵又廷曾经在节目里介绍自己时，称他是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都会娶高圆圆的赵又廷。他动不动就撒狗粮，羡煞旁人。可这一切都是假的吗？近日，关于高圆圆与赵又廷婚变的消息愈演愈烈，许多媒体爆料称他们其实是开放式婚姻，两人都各自潇洒。 偶尔秀秀恩爱，维持人设。刚开始，媒体并没有透露高圆圆的名字，只说她是某扑女神级别的演员，路人缘相当好。可她婚后日子过得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乐，因为公公婆婆对她百般挑剔，不断催生，再加上内地人与台湾人生活习俗上有很大的不同，导致他们相处不和谐。与公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毕竟是少数，可赵又廷私下也并不是完全的顾家型好男人。 他很少帮老婆调节与爸妈的矛盾，自己带着小助理吃喝玩乐，过得很潇洒。随后又有人爆料称，高圆圆在婆家不受待见的原因，就是她早年间当小三的那些负面传闻，导致赵家人看不起她。高圆圆曾被曝插足张亚东窦颖的婚姻，插足夏雨与袁泉的感情等，还被冠上了“冠三女星”的称号。更让人惊讶的是，据说赵又廷私下玩得很花，在内地资源有限，混不开。 就索性放下了事业，多次被狗仔拍到与嫩模约会的照片，还曾被拍到带四位美女同游的画面。高圆圆虽然很在意这些事，也向公婆抱怨过，但始终无济于事。男方家里还会斥责她，老公在外面花天酒地，她便也在空闲时间找乐子，经常出入高端会所与男模玩。知情人说，这些在圈内都不是秘密，两人婚姻名存实亡，但对外还是会装出恩爱夫妻的模样。 很巧的是，四月十日上午就有狗仔曝光了高圆圆与赵又廷十指紧扣、散步秀恩爱的照片。两人现身回应，力破婚变传闻，心情没有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不过，这些所谓的爆料其实都没有实锤。若是仅凭媒体的一面之词就断定高圆圆与赵又廷感情不和，实在有失公允。希望两人都能给小宝宝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环境，严于律己，不要自毁口碑。 赵又廷与高圆圆的爱情伊始就像一段剧本故事。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聚餐上，因为聚餐很少会有主食，所以赵又廷习惯性的要了一碗蛋炒饭。一个角落，一个同样正在吃着蛋炒饭的漂亮女孩吸引住了赵又廷的目光。看着精致面容的她，堪称是干饭人的模样，一口气连吃两三碗，实在可爱有趣。赵又廷很难不对她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电影搜索中。 赵又廷再一次见到了那个蛋炒饭女孩高圆圆，这次他们是搭档，在戏里饰演一对暧昧的情侣。赵又廷对美丽大方的高圆圆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的美丽，她的知性，她的性格，他似乎在高圆圆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瑕疵，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有这样感受的还有高圆圆，就像钥匙找到了锁匙，天生的契合，国民女神投入了硬汉男神的怀中。 从此，高圆圆的粉丝对赵又廷有了不一样的情感，夺妻之仇不共戴天。两人恋爱初期，在事业上，比起赵又廷，高圆圆的知名度显然要更高一些。她从《找不着北》中的江心，到《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再到《咱们结婚吧》的杨桃，高圆圆早在十几二十年前事业就达到了巅峰，凭借沉鱼落雁的颜值和秀若兰芝的气质，成为全国闻名的国民女神。 反观赵又廷却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明星，虽然自己也有诸如《痞子英雄》之类的优秀作品，但一直缺乏一个机遇，未能大火。高圆圆的光辉有些过于耀眼，她就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月亮，高悬九天之上，再闪亮的星辰也难以与其争辉。对于两人的结合，曾有好事者预测，高圆圆比赵又廷大五岁，两人在娱乐圈的地位也天差地别，这段感情不会持久。 最后肯定会以分道扬镳作为结局。时间虽然不能张口说话，却能用一点一滴的光阴默默证明真情实意。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又廷与高圆圆举,举办了婚礼。已经习惯低调的两人，将婚礼酒店定在了简约而富有内涵的台北寒舍爱美酒店。一对郎才女貌的璧人打破了外界的质疑，携手同行，开始了人生新旅程。在婚后，高圆圆的母亲哮喘病逐渐恶化。 甚至一段时间还被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赵又廷不离不弃，全力支持着高圆圆。我永远是你最坚实的依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有事情一起面对。或许这才是夫妻真正的含义。时间来到二零一七年，在大陆摸爬滚打数年的赵又廷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他在热播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夜华一角，他凭借自己的高超演技走红了大江南北。 给全国观众的心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剧中，他也与杨幂等其他女演员处成了哥们儿。曾经有记者问他和杨幂在剧中有吻戏，高圆圆知道了会不会不高兴？杨幂基本算个男人，整部戏他是男主角，一言既出，语惊四座，敢把大秘密说成男人，赵又廷怕不是独一份。不过为了不惹绯闻，刻意避嫌，他在工作中对待女演员们的态度向来界限感分明。 因为除了高圆圆，其他女演员在我看来都是男的。随着丈夫的爆火，高圆圆则是逐渐淡出娱乐圈，除了偶尔拍拍电影出来客串一些角色外，就慢慢消失在了观众的眼前。两人成功交换接力棒，正式开始了让人羡慕的甜蜜生活。赵又廷和高圆圆在婚后没有像别的明星夫妻高调的把婚姻生活当作看点，只有偶尔的日常分享，没有铺天盖地的通稿新闻。 两人出奇的融洽，他们之间有着一种举案齐眉的默契。我们两个是很像的，无论是思想的频率还是价值观方面都非常相似。可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圆圆就知道我背后所有的含义。赵又廷眼里，妻子就是自己的无法代替、更无法失去的灵魂伴侣。他们之间的爱情甜蜜而又不做作，尽管在他们之间也存在地域问题和从小到大的接触到的文化差异。 但赵又廷说这些，却从来没觉得这是问题。他反而觉得高圆圆给他讲一些新东西，灌输一些新理念会很有趣。同时，在提到高圆圆的时候，他还会嘟嘟嘴，做出一副可爱的样子，每一个小动作都体现着自己心中的爱意。因为是你，所以我会去理解你的认知，接受你的习惯，热爱你所热爱的一切。对比同样是台湾内地结合的明星夫妻。 S 大 S 与汪小菲离婚后，还依旧闹得鸡飞狗跳、满目疮痍，就知道赵又廷和高圆圆是如何正确用心的在经营着他们的感情和生活。例如，在2017年，赵又廷在参加节目录制时，就分享了一些他们夫妻的甜蜜日常。在节目中，有一道问题问他：“如果另一半生气了怎么办？”赵又廷立刻回答：“高圆圆不太会生气，生气了我也会哄。”这句话让所有人猝不及防的吃了口狗粮。 立刻引起了在场嘉宾的起哄，就连阮今天都笑着说：“赵又廷时时刻刻把高圆圆宠得像公主一样。”赵又廷的宠爱很简单、很直接，错了就秒认怂，不会端着所谓大男子主义的架子。他们无论相爱多少年，无论伤心还是喜悦，都会随时给爱人一个亲密的拥抱，一个充满爱意的吻，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共享彼此的一切。如今，高圆圆和赵又廷已经携手走过八个年头。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洗礼，两人的爱情依旧稳固如初。春节期间，还有狗仔拍到两人在台湾一起甜蜜溜娃，趁孩子玩耍的时候，两人还会嘟嘴亲吻，没有老夫老妻的平淡，只有如同热恋情侣的甜蜜。结婚八年还能像热恋情侣般如胶似漆，别说是粉丝了，连不少圈内的好友也时常向他们夫妻二人讨教婚姻的经营之道。高圆圆说。 他和赵又廷的相处模式就是各司其职，并互相理解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赵又廷主外，高圆圆主内。但是当高圆圆工作来临的时候，赵又廷也会全力支持，负责其家庭内部的大事小事。两人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都在为对方考虑，将对方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其实夫妻相处就是讲究一个你进我退，我退你进的节奏。 将相处的节奏掌握好，就能给生活中减少很多的麻烦。在高圆圆拍摄电视剧《完美伴侣》的时候，赵又廷宁愿放下自己的工作，带着孩子到剧组陪了高圆圆几个月，主动和高圆圆对词练习，甚至给予剧本意见。无论高圆圆需要什么，赵又廷都等在那里。就是这样的陪伴，给了高圆圆可靠的安全感。因为两个人都是演员，随着赵又廷事业的水涨船高。 留给他陪伴家人的时间并不多，常常因为工作原因离家几月，过半年之久。高圆圆虽然会经常探班，但在媒体偷拍的镜头里，他们还是会在机场上演依依惜别，在公众面前低调收敛；而在私下相处的时候，在每一个可以拥抱亲吻的时刻，都不吝啬表达。爱情保鲜的妙招到底是什么？大概除了三观志趣相投，也离不开双方的付出与奉献。 这或许就是他们两个能一直如同热恋般甜蜜的真相吧。寻寻觅觅爱情之旅，有些人知足常乐，永远与爱为伴；而有些人却总是冷冷清清，随着时间消逝而消耗喜欢。其实郑重的海誓山盟并不是真正的爱情，但是待在爱人身边的每时每刻却不会骗人。爱情是细水长流，爱情是在你身边。其实爱情中最动人的瞬间，不是玫瑰花和烛光晚餐。 往往都是那个不经意的一个拥抱与关心。如今，赵又廷和高圆圆两人的家庭事业更上一层楼，幸福的三口之家和谐而甜蜜，实在是令人羡慕向往。